我认为在道德上没有资格请滚石，因为这对是邪派。咁我唔同意。咁又唔系邪派。唔系啊，我所讲我唔同意。但喺董生嘅眼中，同埋喺而家呢个特区，有同邪喎。而家仲好笑啊！如果话董生，董生知道真相，我谂激到爆血管。你记得爆啦！我话你听，净系最邪唔系滚石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嗰对 tattoo 啊，嗰两 Prince 同埋 tattoo 啦。系啦，相对嚟讲佢未到算最邪。咁你觉得邪啫？但喺六七十年代咧，已经系相当出。喂，可能阿董生系佢歌迷都唔定喎。净系你头一定唔会利物浦应该捧呢个 Beatles 一定唔会。如果你做得米即假嘅歌迷，今时。今日头脑系唔会咁闭塞嘅，系啊，我咪讲笑啦。即系年青揈个头嗰阵时，系啊。阿董生中意听边个啊？如果系嗰阵时听西咩人格疯狂，听郭兰英咯，《我的祖国》《洪水浪打浪》《南泥湾》《东方红》啊，《南泥湾》咯，收唔到听唔到噶嘛，听唔到台街有卖噶，台街有卖噶。嗱呢个咧，点解话唔啱咧？